我们起床来外面买点早饭吃，这是我们刚买的那个早饭，它是这样子的那种一根一根棒棒，里面有 cheese， 然后再加一点肉，然后外面裹了一层东西，然后它现在在帮我们炸，看上去好棒哦。哎，它上面还可以写 love you。 还可以拿那个番茄酱写个字儿上。对，不要弄了，弄满身都是。弄什么？昨天番茄酱弄满身都是，不行。但这个不加酱不好吃，你看它的那个 display， 它上面都有酱。好吧。期待。我昨天在这边看到好多日本小姐姐都在买，然后我也想吃，但昨天我已经举了一个了，所以我昨天就没买。今天我们来买一个。还挺贵的，500日元一根棒棒，那就是40几块钱人民币。哦，贵贵贵，期待。拿到了，我们的三号酱了，就长这样。能看到你自己吗？我能看到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香啊，我来尝一下。一口给你吧，没有酱。哇哦，看到没有，它拉丝了。这个人迫不及待地往前走，根本没等我。我们现在在那个日本的国立博物馆，是叫什么？日本国立博物馆，东京国立博物馆。好漂亮的。我们现在出了博物馆，这边有个好漂亮的公园哦。我们要过马路吗？不过马路吧。不过。那我们沿路返回吗？好的。这边有好多好漂亮的小房子。嗯。可以露露。啊，边上是那个东京艺术大学。它这个博物馆的藏品其实不怎么多。对。哎，没什么意思，感觉不像国内那种，还其实还不如南京博物院呢。啊，我也觉得。你有没有去过南京博物院？没有哎，那个挺好的，比他这个还大。那个也要钱是不是？对的。中国是因为有很多藏品珍宝可以展出。哦，南京博物院是不要钱的。是吗？他要票，但是那个票不要钱。那个票怎么来的？不，在门口拿一下，取一个票，然后再给他就行了。走一个过程。他可能会是统计进了多少人啊，有可能。你看那边有个大鲸鱼。哇、哦，这是博物馆吗？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博物馆，但是这是最大的，其他的估计都没意思了。难怪我爸跟我说日本没意思，就只能去吃买买东西。我爸原话。他说我爸说那个日本的所有景点都是 mini 版。但是吃吃买买东西也挺有意思的。对的，我跟他讲嘛，我说我就喜欢吃吃买买东西，我不喜欢什么的。我们现在刚刚到秋叶原，这里就是秋叶原站。我拍个照。好，给你弟弟发过去了。这边好多卖玩具的，卖手办的，卖电器产品。反正全是男生喜欢的东西。现在有个炮姐，炮姐1月10号一上映，还有2天。炮姐，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某科学的超电磁炮。所以秋叶原，哇，世界什么什么？哇，你看这个卖手办。哇，里边有无数家卖手办。
在秋叶原的这种，这个叫什么手办店，巨可爱。你看它这个门，它就是从它肚子里面掏出来了一扇门。对的。还有钢丝连着。对，它是一个拆台子。对啊，好酷啊！哇，它有这个白胡子。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不是怎么像，对，这几个不怎么像，斯内夫挺像的，对。哇，你们看它这特效，对，好酷啊！就是春日野樱，放了一个大波，不过它这都是那种可动的，我可动的就有关节，就比较丑。我想要那个不能动的。这还有被缠住的奥特曼，被这怪给缠被咬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经典画面，奥特曼放了个波，被那个杰顿返回去了，然后奥特曼死掉了。奥特曼死掉了。对，这是初代奥特曼就被最终 boss 给打死了，被最终 boss 打死之后，被那个人类拿一个新研制出来一个神奇的武器，一枪把那个 boss 打败了。这是奥特曼和他们那个扮演者的合影。是吧？嗯。泰罗。我小时候可喜欢奥特曼，后来买了一套好像。不，他这个比较像。连那个。啊，这个楼也是卖的。啊，这楼也卖啊？对。哎，你看这栋楼已经破碎了。对。因为它不能动，所以它在造型、色彩和角色魅力上追求最大的精致度和完整性。我觉得这三个都太帅了吧，爷！这也很帅，哇塞，太帅了这个！待会儿在别的地方看都能找到。你看看这个，这龙卷风都搭配好了都。对，这几个很好看。这简直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。是不是啊？嗯，特别酷啊！我觉得那个也很爽，这个也很爽。哇，看什么我都觉得好好看。要是搞一个，买个巨大的超蓝孙悟空。走吧。我觉得特别可爱，转过来让他拍拍。这个特别可爱，这个小女孩。丢你雷姆。买的那个很帅的那个。哪个？就刚才那个那样。好，我们去找找有没有。太帅了！还有特效呢，我的妈，我都没有见到过这种，就日本人这脑子都怎么长的？他竟然想到把特效也做出来，这不是从我口袋里掏钱吗？都给你。整家店都是扭蛋机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对了。啊，这个七楼是还蛮小的，这个。他摆了几个在楼下，是问七楼，现在电梯已经不想看了。我看过了。哦。哇，你看这个。Not for sale。对的，不过他应该有，可以到楼上去看看。好帅的。啊，走吧，学完了。
哇，这个好看。哪个？天使兽。哦，没玩过。你没有看过数码宝贝吗？你知道它是那个巴达兽可以进化成天使兽，它这个是，你看它那个缝可以拆开之后变成这样。What？ 然后那个甲虫兽可以进化成那个，忘了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你看，它是可以从里面把这个拔出来的。所以说它是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是一个。哇，那这设计的也太好了吧！黑大耳兽也是，黑大耳兽有三个形态呢。哦，两个，是后面的。我的个老天爷！那这个是蛮厉害的。我第一眼看上那个是 Not For Sale， 他只卖那个甲虫兽和黑大耳兽。他一直用 Not For Sale 把你骗上来。骗子。那这个，我觉得没人甩。这个太傻了。我们现在在东京的银座，就是特别繁华的感觉，就是好多很漂亮的楼，然后很多很多商铺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找那个蟹道乐，然后吃个蟹。哇，好繁华的样子，这广场也很漂亮，这种有树和草的这种。哇，你快看，上面有个东西会动，有小风车吗？不知道那是啥，反正会动是吧？对，搞不清楚，看到了吗？那个角落里有个东西在动，像是一个 logo 什么的，搞不清楚。哇，好棒哦！我们现在在银座三亭路，那个、已经到了银座八亭路，所以我们要走多久？580米。那还好，走啊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去找蟹道乐，今天晚上准备吃蟹，完了之后今天也可以吃鳗鱼。完了之后我们要去那个叫什么东京塔，对，哦，要去看那个被柯南炸掉的楼。刚刚我们还买了一个草莓大福蛋挞，然后还有一杯草莓奶茶，本来想拍的，但是实在是手上拿东西太多了，没有手开就放弃了。还蛮好吃的，日本的草莓制品都好好吃，特别适合我，我就特别爱吃草莓。银座熊本馆是卖熊的吗？啊，是那个小熊，是那个黑熊。熊本，好像是卖吃的吧？这个熊呀？对啊，熊本熊。嗯，这里全是奢侈品。有没有你想买、你想看的 Supreme？ 有啊，就在银座这儿。我们去的地方。Super， 哦，是吗？嗯，那你别买了。我们来了日本之后，净给你买东西了，箱子里全是你的东西，你还爱买一些占地方的东西。嗯，先把它关了，一会儿到吃饭的地方再看吧。我们现在在蟹道乐啊。我们几乎就没有怎么排队，然后他就领我们进来了，人也不是特别多，服务还挺好的。这一个包间都是我们俩，还有地方可以挂衣服，然后这桌子也挺大的，感觉是可以坐四个人的那种。现在我们在点菜，太难了，这太多了，这个。你看看大众点评。我觉得美食都挺好的。在国外吃饭就是看看大众点评，太难了，根本看不懂。他上了两个，哦，他还在不停的上。嗯。啊！啊！可惜我听不懂日语，太复杂了，完全不懂。哇！又一个。这是那个半只螃蟹。啊。Okay, thank you。猜应该用这个蘸这个，那个蘸这个。
你们那筷子已经给你弄完了。不是啊，这是吃蟹的，它还有那个吃蟹的套装。它这个装筷子特别可爱，是一只小螃蟹。拍张照，它还有好多没上的，搞不清楚这些个都是啥子。有，看一下菜单。吃吃吃。烤的哦，是吧？有哦，对对，这是那个帝王蟹的 crab。有一个烤帝王蟹腿吗？有有，它写 grilled king crab， 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那个是煮的那个毛蟹。哇，看起来好棒！我们点了这个套餐。没有放弃啊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先擦擦手，还有给一个毛巾，应该是用来擦擦手。从蟹钳里面泡东西啊，嗯，它这个是那种柠檬醋的感觉，对，一个醋一个酱油，嗯，都很不错哎，它这个蟹很新鲜，哇。大闸蟹无锡话也叫毛蟹，我们叫毛蛤。肉大闸蟹，肉大闸蟹，我爸喜欢吃。你不吃啊？这黄看着不咋地啊。给他们看看。好吧，这是他的那个蟹黄。不然他进来他聚不了焦。对，好了。毛蟹的蟹黄很一般。我尝一口，万一好吃我再给你。好的。你这肉怎么搞出来的？这里面的肉直接抠出来吗？拿这个抠抠。我这很好吃，我给你尝。哦，真的吗？随便挖一坨给你尝。万一有嚼不动激素的。哦，这个腿他给切好了，就是不用自己夹了，怪不得他没给钳子。但是我觉得弄得不干净。他是这样的，他把另一半撇开了，所以它的肉里面，哦，是吧？所以它的肉里面是，它就是全是肉，两半，然后对。你这么螃蟹大吗？可以这么搞？就等于你就可以把肉全部剃。这是我们在吃的那个蟹钳，上了一个蒸蛋，然后一个天妇罗，也是用小火锅。哦，还有一个那个纸火锅，好酷哦！是用纸做的。硬纸的那种，哇，这个你看一下就下来了，有我吃掉了，嗯，这个人最爱吃炸的，你再来一口，啊，它里面有丝丝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先不如大份，这一坨烂逼逼的是啥？这一坨烂逼逼的是啥？你丢进去了啥？哇，年糕吧？这不会啊，它怎么烂成这个样子？哈哈，不会在那放了个卫生纸吧？不可能。这么黏，弄点尝尝。我去，最近两天吃的烂皮猪东西有点多，不确定是哪一个。今中午还吃了个烂皮猪东西，有一个像鼻涕一样重，像鼻涕状物，鼻涕状物。
不知道是啥。嗯，还是年糕。年糕怎么能煮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它烂了很多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你想尝尝吗？还想一丢丢。粘到牙了，然后真的不干净了。这还有一份汤，嗯，这里面干净了。它要这样子蘸一蘸，嗯，它那个自带了芥末，这个，它把芥末藏在那个肉下面了。你们另外一个没有？我有，强行加点是吧？然后芥末塞到你的酱料里了是吧？没有芥末的寿司是没有灵魂的。这个鼻涕我试试。鼻涕？鼻涕好吃吗？我跟你讲，这鼻涕有会上瘾的。第一口吃的时候觉得这什么鬼玩意儿，然后就开始控制不住，一口又一口。你加白菜的时候能不能好好加？嗯，我们点的菜应该都上了。你吃饱了吗？还没吃。还有冰淇淋吗？冰淇淋你能吃饱？我意思是还没全上。你把我的白菜全吃了，给我剩了一颗葱。刚好没下肚这个。这不好吃。哎，这个人他说，哎，我帮你盛点白菜，然后盛上来一碗之后跟我说，我帮你量一量，然后他自己开始不停的吃啊吃，吃啊吃，吃啊吃，然后我加了一片之后，碗里已经只剩下一颗葱了。嗯，这个白菜配上这个鼻涕，好好吃。嗯，这个汤也不错啊。你要尝尝？啊，这汤。那你尝这个吧。好好吃啊。我喜欢，但是太贵了，不会再来了。我们现在在东京塔的买票的地方，它那个250米的那个坏掉了，它在维修，所以现在就只能买150米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坐那个电梯上东京塔了，它这个不是特别透明，看的不是特别清楚。对对对对。我们在大众点评买的那个券便宜好多。哦，又一节看不见的地方，是不是快到了？ Thank you for waiting, please enjoy. Thank you. 哦，我们到了。这上面还有表演哦。哇，还是挺好看的。但可能250米，我觉得会更美。对的，会比他们全都高。对，我跟你讲吧，我估计150米可能会有楼，也差不多高，所以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主要东京它灯多，所以这种风景就有意思了。如果看下去都没什么灯的话，就没什么意思。对。它这上面还有放这种影像。特别酷，就很美。我们现在看完东京塔了，准备来吃个吉野家，吃个宵夜。我进来看到那些日本老爷爷们都在吃，日本叔叔们都在吃这个汤锅，啊，看上去好香哦，热乎乎的，所以我也决定点一个。然后这个奢侈的人想要点这个鳗鱼饭，啊，我已经在流口水了。点吧点吧点吧，我的到了。它就是一个饭，然后有一点蔬菜，然后一颗蛋，加一碗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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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汤锅，看上去好棒啊。我的妈，你的鳗鱼饭咋还不来？哇，现在都买不到，就只能买到其他的，其他的只能买正版的。
这么夸张？哇，好棒哦！梦幻，啊、哦，香！啥？你别跟我讲话，我吃饭了。哇，他的鳗鱼饭也上了，看上去也太好吃了吧！哇，我要来偷吃了，你赶紧拍拍完我偷吃。哇塞，我们去吃什么三千的鳗鱼饭啊？这个吃三份不多爽啊？坑，亏。我跟你讲，来日本随便吉野家什么的点一份鳗鱼饭就够了，这太好吃了吧也。我没觉得、那个、好吃一点，是吗？那个因为那个烤的比这个焦一点。啊，那我同意，那个底下那层焦焦的特别香，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啊。自己做的性价比高。嗯，好，对不起打扰了。好，不重要。